所以最为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太困难了。然后他又开始问了，为什么设法以设法，心法以心法花？你要开始啊，种子六义啊，对对，刹那灭，果具有，带众眼，影子果，对不对？恒水转，你要慢慢还要把种子的六义解释啊，什么叫种子？种子的六义，种子的六果，又开始要讲到潜能的问题。潜在的英文叫做 possibility 可能性，对不对？啊，种子叫做发展未来果的可能性，叫做种子啊。那就还是要有依他起的缘起，一定要依他起啊，要依他起的缘起才能引致这个种子本身就是依他起啊，往后的往善恶看他的依他起的情况。我告诉你哦，佛法这个它不是直线的，这个是因，这是缘，这个是果。这个因，一句话，无量的缘起，在这个句中，方便你必须在某一个时空认定它，肯定它，说。它叫做因，对不对？才算是因，才算是因。不要，你说这个是因啊，它是无量的缘起啊，都聚集在这里面。你下一个种子在人内心里面，那不是无量的因缘，就变成一个种子吗？还没冒出来。好，缘，它答案还是一样，无量的缘起，在这个条件里面，在这个条件里面，方便说这缘。啊，你只能说这是种子浇水以后，哎，借助慢慢的这个缘，是的，好，反正这水从哪里来？水有无量因缘，所有的缘起都在这里面。对，哎，那个种子啊，种子怎么来？啊，上一颗种子啊，上一棵树啊，引发过来。哎，上一棵树引发过来，那上一棵树引发过来，那样上一棵树也是一样啊。有你怎么去讨论一个起点？你必须要啊，你必须要在学术学理上，为了要让众生了解因缘果报，必须贯通。所以假设说，这个时空这叫做因；假设说这个时空叫做缘啊，这个假设说这个叫做果。那我请问你，那果里面？有种子啊，也有种子啊。那我请问你，那是因还是果？苹果里面没有种子吗？同时，因就拒绝因，具足因缘果，缘也具足因缘果，果还是具足因缘果。哦，那这样子，如果这样子又讲不通。好，对你这样子的话，好，那这个就叫因中有果咯。好，那因中有果的话。你果给我看看，你产生不出来。对，没有，所以的缘起甚深了、啊。你没有这个缘起，你见不到果啊，是不是？有那个因，没有这个缘起甚深，也没办法果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如果说是结果果里面有种子，有种子，果中有因，那我请问你，这到底是果还是因？好了，哇，惨嘛，你不会回答的啦。是不是啊？讲因缘果，因缘果哦，这不是苹果，苹果里面有没有因？那我到底，我问你，那它到底是因还是果？而大家都说这样叫做果啊，是可以啊，完整成果。啊，如果是因啊，它已经是成果了啊。那如果说因中有 果，好，那我请问你，那你把果拿给我看看。出来，那没办法了啊，就是一颗种子而已啊。因中有果啊，因中如果有果的话，那这个还需要种吗？还是需要缘啊？答对了，还是需要缘。这句话就是重点。没有缘还是不行。我这答案就是缘起甚深。没有这个缘还是不行，是不是？哦，大家讲因缘果，因果啊，深信因果，总比不信好。是。
啊，所以就变成你要说法的时候啊啊，众生的程度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你讲的刚刚讲的这个设法与设法，心法与心法，对不对？是属于心吗？是啊，是属于心。是属于心法，心也属于是吗？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是属于心，设法与设法，心法与心法，就表示根不能直接生事。没办法。哎，它只是事的真上缘。借重根，然后引发。答对了。引发事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个根也算是一个缘缘起。根就是无量缘起。你为什么今天有眼根？因为爸爸妈妈结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被生出来，靠他力，但是也靠自力啊。那你的业力啊，没有自己的业力也没有。你没有自己的业力，你也生不出来啊。眼根就无量的缘起，光是一个眼根。光是这个就无量的缘起。对不对？好，尘外尘色身香味触，好，外尘你根你有根，你没有尘，你不可能引发事啊，引发不出来。好，那尘那就大家更清楚了，哪一种东西不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，对不对？扩大四大地水火风，细的四大色身香味。好，那这个不是无量缘起吗？根是无量缘起。尘也是无量缘起，是方便说那个分别的当下这一念，也是叫做是分别意识嘛。好了，那分别意识，我请问你，你要推论到这个，你没有这个意识是，你哪来的前七识？也没办法。好，你这个前七识，依照意识是，意识是的成长，那意识是啊。此一时是灭，另外一时是又生。好了，又推论到过去，又是无量的。又是无量，未来还是无量。对对，所以万法你必须回归当下。真理就是真理，本来就是本如，本自具足。本来就空性的东西，我说缘起法非第一义谛。离开缘起法又没有办法，那离开缘起法哪来的第一地啊？也没办法。离开缘起法就变外道，所以叫做缘起甚深，为正相应的。只有这么简单的，你说那个为是，要讨论到什么何年何月何日？太难了，才一个简单的名相啊！真的太难了。